芮姐 OK 吗？我接下来呢，当然邀请我们的局长。今年举办国际短片竞赛已经进入第五届了。那我们刚刚从里面可以看到，短片都非常的精彩，特别是高雄电影节，我们以往都强调奇幻起家，同时我们会贴近时代的脉动。另外，我们对于挖掘未来的新锐大师一向是不遗余力的。